接下来关心为了新建壮伟的生命纪念园区，也就是第二纳古塔公所今天动员的警力，希望能够顺利动工，不过还是遭到地方民众强烈的抗议，而且代表还要求公所可以将纳古塔迁建到其他的公墓用地。对此乡长认为不可行，甚至表示如果可以迁建愿意辞职。最后透过议员的协调，十天内寻求县政府的协商。虽然警方拥有100多人的优势警力，但是复兴村民也表达反对到底的强烈决心，所以公所不愿贸然动工，担心造成更大的冲突。因为纳古塔新建问题，也让地方代表跟乡长爆发严重口角，双方互相指责。尤其代表林荣华表示，明明临海还有公墓用地，公所应该考虑在那里盖新的纳古塔。对代表的抨击，乡长回应：如果可以找别的土地新建纳古塔，他将马上辞职。根本都无要做代志嘛，咱们杀个把人死，杀把人死。你讲那个代志好不？根本你是要杀个把人嘛？你说这怎么杀把人嘛？这不是你讲安尼啦？你去叫议员来，你咪去哪个？你叫来？对不？议员来，你想叫什么东西？要叫议员来？我什么东西？你还去叫代表就较大人。无我来跟你讲，我就较细，才跟你讲。对不？你敢犯上这种交际？对不？你敢有什么要求？我是要求三万警告你，对不？我跟你讲，我在我未死人歹藏嘞，人当然未死人歹藏哟。讲你是话，大家爱藏啊，大家藏爱藏，藏爱藏，色房所在，我未去，我未去做院长啦。我唔是叫你卖去啊，我叫你改去色房所在啊。我去做院长啥？对不？对不？是不是啊？对不？你也杀你，我嘛是等侬去色房做大事的良心。原本吼，咱乡长吼，要起你即马有这个所在纳骨塔啊，但是啊。我一直建议讲，爱去你顶关吼，咱有一个殡葬用地哦，伊地号35号，啊，所以啊，但是啊，我前几个计程就甲讲啊，伊但是啊，伊嘛是还未去努力过，啊，努力会过未过，唔知，但是伊嘛无去做啊，啊，所以啊。这老百姓非常的反对。你来做无？你我无，你去闹了，放放出来。你去闹来算，黑算啊！你拢没讲话了，白算我人就卖做，你白你卖做，啊！你该罚款的罚款，你罚款都。你卖这又去闹了，无？你卖这样子，你去闹。卖这我就刚刚播，我刚一播，我去闹我人卖做。对双方的激烈冲突，议员林水晶跟代表林立贤居中协调，在十天内寻求县府的协助，是否能有转圜余地？就会第一环境有找到。一块四分几地墓地啦哈，啊，经过我了解了后，应该来县政府了解一下，哦，来讨论一下到底是可行还是未使的，会使还是未使的，应该有必要啦。啊，盖那古塔不是讲我县长家一个人的，要用的是为着全中央未来这个环境要来用一个代志。啊，我方未讲什么要求县长，所以讲我嘛是。一个讲较白，我卖讲我做真好，但是我有一个慈悲为怀一个心啦。啊，有当然人这个民代表有留代表有一场，那么伊在讲假讲我无尽这心，无关心这個，无找问题，确实都是有困难。我所以我唔知讲爱怎做。啊，既然今日关议员都安尼讲，我十天以来才甲馆长见面，那么希望馆长会当把迄所在促进到阮去这个身份证馆，而且为着未来壮伟乡的子子孙孙爱。爱面临的事情哦，我嘛希望讲，咱个观众袂使坐有旁贷，讲坐伫遐看，爱共上级单位爱共协助嘛。既然阮这有拄着瓶颈，就爱处理嘛。公所表示，目前已经有民众先人急需使用纳古塔，所以工程要紧速进行，希望透过更多回馈方案与地方达成共识，早日完成生命纪念园区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